车载儿子滑下斜坡，河边到了，我开始唱歌，为了避免指出欣慰在风中，死鱼在浅滩。儿子兴奋地指着对岸新建的高楼，我长大可以开大吊车吗？你长大开什么都可以，但我没说那些楼房即将把天空和河岸据为己有。天啊天，要啦！等雨停了，我们出去玩好吗？当然好，但我没有告诉他，这场雨会一直下到北极冰层融光。我可以跟你一起倒垃圾吗？他喜爱垃圾车的音乐，跟我小时候一样。我小时候还喜欢闻机车屁股的油烟呢。他喜欢看捕鸟人爬树，吹捕鸟人的排笛，但我还在犹豫怎么告诉他，捕鸟人手中的绳子是为了自杀。天空的每一只鸟都像我们一样旁若无人，水缸的每一尾鱼都像我们一样身不由己，猫咪的每一次呕吐都需要关心而非抱怨，每一个玩具都有它的尊严。它最爱吃香蕉，那些饱满漂亮的香蕉。它相信，我也相信，这座岛屿的香蕉可以让它吃到世界末日。您好，欢迎莅临《莉的路二号》How are you？ 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资深策展人，然后还有我们的导演，就是我们的红红老师。您好，你好。然后还有我们的华文语文工作者，我们的王楚珍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好，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到，老师你们至于文字、至于创作、至于生活当中，语文以及诗作如何丰富了你们的生命。那老师我也拜读您在PAR 表演艺术杂志里面写的很多的一些关于台湾当代的一些对于表演艺术的市场的观察跟认知。其实老师文字之于你几乎是你生命中的呼吸的一切。其实我觉得我蛮高兴有一个工具可以让我表达我的想法，其实在书写的时候它也能够去整理我的很多的想法，然后把我的感觉能够表达出来。我想可能就是因为青少年的时候很喜欢文字吧，所以让我没有误入歧途，让我能够就是借着文字的阅读去亲近很多可能非常伟大或者深邃的心灵，也借着文字的书写让我自己心里面的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情绪能够发出出来跟别人沟通，那就让我觉得有了它，我好像我的人生可以稍微正常一点往前行进。那什么样说会做一些比较不正常的一些创作？就是可能你的愤怒啊或者是沮丧啊可以通过文字的发出，可以我自己感觉有点像是放进一个抽屉里，就当我把它很完美的书写成一首诗以后，我就觉得好，我可以把它放下了，是我可以再往前走了。是，那王老师，请问您身为一位华语文的文字工作者，您在你的眼中，红红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家可能知道他非常热衷投入于社会议题。那我在认识他之前，我算是文艺中年。所以我关切的就是，我喜欢诗，我喜欢文艺的创作。可是我没有想到其实艺文创作者会那么的投入社会议题，所以基本上我就跟他一起度过了就是台湾这八九年来的社会的很多的议题跟运动，所以在我眼中我觉得他是个实践者。那他有为你写过诗吗？有吧，可是有吧，但是他为不同的前女友都写过诗，所以我觉得就是诗人的，应该是为你写的特别多哇，因为我们在一起特别久。那老师，如果你今天不是作为一位文字工作者，老师会是什么样一个角色的人？我很难想象，我应该会去卖豆花因为我很喜欢吃豆花。我就想说如果哪一天我比如说我写不动了或者是没有灵感了，那我就去做豆花给大家吃，我应该会很开心。美丽的小孩，吴美丽的小孩又迟到了。王美丽的小孩每天跟蔡美丽的小孩拿10块钱，
蔡美丽的小孩不敢不给，早餐把牛奶省下就好了。苏美丽的小孩每天收到妈妈送来的便当，她不吃任何外面的食物。谢美丽的小孩只吃麦当劳。郭美丽的小孩衣服永远少一颗扣子，一下是胸前，一下是袖口。何美丽的小孩永远穿长袖。郑美丽的小孩永远在写前天的功课。尤美丽的小孩一直拉范美丽的小孩领子。唐美丽的小孩数学很破，这次月考考了83分，老师把他带到办公室重考一次。林美丽小孩运动会前昏倒了。熬过了议员致辞、教育局代表致辞、家长会长致辞，怎么熬不过校长致辞呢？大会舞都还没跳呢。白美丽的小孩看到流浪狗或外劳，远远就先拾起一块石头。张美丽的小孩每星期补两次数学，两次英语，一次电脑入门，一次进阶作文，一次主日学，一次快乐电子琴，还要看一次心理医生。陆美丽的小孩把学校厕所的木门踢坏，廖美丽的小孩把车子的玻璃打破，拿走零钱。汤美丽的小孩3天没有来上课。黄美丽的小孩已经咬断3次吕美丽的小孩的橡皮擦。陈美丽的小孩上课睡着了。刘美丽的小孩放学永远冲第一个。叶美丽的小孩书包掉了，他不敢回家。李秀芳的小孩有一天回家认不得妈妈，妈妈去整形变得好漂亮。他们都是美丽的小孩。那老师，因为知道您之前也是国立艺术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那老师其实知道那时候好像老师本来是要报考舞蹈系的，是，那怎么会开始跑到戏剧系这边来？这一切都要怪国立艺术学院因为他成立第一届的时候没有舞蹈系。那时候我已经在云门练了2年的舞，我是一心要去考一个舞蹈的科系。那时候有文化嘛，我本来想考文化，但因为文化是私立的，学费比较贵，我们家又是小康之家，没有很有钱啦，所以我想说如果有一个国立的可以让我考，那我当然要去考国立的。那看到国立艺术学院成立我就很高兴，我想哇，我终于可以考一个国立的舞蹈系，当当。结果第一年只有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很抱歉，舞蹈系第2年才会成立，这样。所以我想好，那我就去考一个可能有点相关，我也还算有点喜欢的戏剧啊。那么我想考了戏剧系之后，到第2年舞蹈系成立，我再降转舞蹈系。结果想不到一进了戏剧排练场我就回不来了。我就觉得戏剧其实对我来说好像更适合，因为它可以把我对于舞蹈的身体的舞台的兴趣，以及我自己一直很热爱的文字结合在一起。对，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更完美的归宿。所以老师的文字创作基本上在更认识肢体之前就开始。我小学就非常爱看书，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写作，这当然就是要很感念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是啊，就是他在我国一的时候教到我，然后那是他师大毕业之后的第一年的教职，就是他一出来就教到我们班，然后他非常有热情。在一个就是那时候那种升学主义高涨，然后大家都在死背所有参考书的答案的年代，他会鼓励我们自由思考，他会自己印一些课外的联考不会考的讲义给我们讲解，然后大大的启发我的创作欲。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作文簿上面就会乱写东西，那不管我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他都照改不误，他不会退回说哎，这个不符合要求，这样。那反正我怎么写他就可以怎么改，那就让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创作有非常大的兴趣跟信心。是，那老师那时候在那么小的年纪里面，你有没有为老师写过什么样的作品？没有，我没有为他写诗，因为我不敢为他写诗对我来说他就是像神一样的神奇人物。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其实曾经失散多年，后来又重逢，然后那时候他也生了小孩，然后我也结了婚，应该说他小孩也长大了。是有一年我跑去政大传播系演讲的时候，演讲完有一个女生跑来跟我说，一个学生跑来跟我说，你认不认识孙慕寅老师？我就说认识啊，当然啊，那时候我已经跟他失散很久，然后我很
一直想找他，我就说你怎么会提起他，他说他是我妈妈，然后我就超感动的，然后就跟我的老师重逢。后来我发现我的老师他也是一个编剧，他设计了用这种方式来跟我重逢，因为他一直在读我的东西，他知道我一直在做创作，但是他自己因为他的生活也很不顺遂，比如他也离了婚，然后他又到了美国去等等，就是经历很多的颠沛流离又回到台湾，然后之后他想要用这种方式跟他非常思念的一个学生重逢。然后后来我们就重逢之后其实就有点像是好朋友，对不对？好，孙老师，我们也会去逢年过节会去他家，也然后他也会来我们家。那我生了小孩之后，我的小孩也跟他非常的亲密。所以在有一年就是他的妹妹过世的时候，他非常的沮丧，然后那时候我才为他写了第一首我为他写的诗，就是安慰他写的一首诗叫《送行》。妹妹独自走了，没有我的陪伴，没有我的手在你手里，没有我的眼睛陪你一起看路。像阳台上的衣服，水汽不知不觉消失。妹妹穿过了墙，穿过了所有那些玻璃门，没有音乐，只有呼呼的风声。木棉花开了，也许你在那里，也许你不在那里。地震出土了尘埋的记忆，也许你在那里，也许你不在那里。我要带着我的旧伤一起生活，医生留在我身体里的剪刀，唱片留在我脑海的歌。你没有了我的陪伴，但你却一直陪伴着我。老师，那至于你呢，你自己在文字上面，在你生命当中文字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然后扶持着你一直走到今天？我高中的时候是参加文艺社团，那我是一个快要倒的艺文社的社长，因为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没有，大家好像比较喜欢什么康乐社啊什么，或者是助人的社团。那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是因为很多人都说惨绿少年，那个时候就像刚刚红红说的，我觉得因为高中的时候我开始接触艺文，开始接触诗跟短篇小说，所以我觉得文学的力量支持我不致变得太过忧郁。要不然因为我觉得在高中时期，因为我们都经历过联考时期，那一段时间我觉得真的是惨绿，所以我后来是到了大学，我就选择读中文系，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是我的使命。不过我后来当然又觉得这个文学可能可以转换，所以我后来又跑去念语言学。可是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常常在读诗，常常在跟他讨论一些译文的东西。老师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华语文跟语言学的差别在哪边？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先读文学，可是读文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很多文学其实是翻译的，那我大学的时候非常喜欢读俄国文学，我那时候最喜欢的作家叫做契科夫，他就是也是短篇小说家也是剧作家。那时候我就是看翻译本，我觉得非常的痛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尤其是俄国的，所有的翻译本都很痛苦，但是俄国的会最痛苦，原因就在于他光一个人名大概就十个字，就什么什么什么司机，什么什么什么娃，就是光人名，你看完人名就觉得你对这个文学已经丧失兴趣。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俄文，因为我就想，如果我能够学这个语言，然后我比较能够接近这个文本。但是我那时候就发现，
其实外语老师他的要是他教得很好，学生是很能够可以进入这个语言跟文化。但是我就想到，那中文之于我虽然是中文系的，可是如果我现在要跟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所以我那个时候才开始走向语言学、华语教学的路。嗯，那老师您请问一下，就像诗的创作，然后至于你们两位，汤宗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嗯，我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啊，我小时候就我家里就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有注音、有翻译的那种啊。那我跟我哥哥就喜欢背里面的诗，其实也没有大人教导，我爸妈也不读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就自己读了很开心。我觉得那个唐诗的韵律，还有它的那种意象的美感，好，那种比如说它的律诗里面的对仗，或者像是白居易的叙事诗里面的那种戏剧性，其实都深深的吸引我。所以在我还不懂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背了好多的诗，然后呢，这些诗的韵律感它其实一直在我身体里面。比如说我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要骑脚踏车上学，那脚踏车就要经过一个一个很长的田埂，好，就在那骑骑骑骑骑，那一路上呢，其实那个风吹来就有稻子的香味，还有那个肥料的臭味，然后就在这样的情境下，我就把我小时候背的那些唐诗一首一首在心里又拿出来背，常背完三首诗或者背完一首《琵琶行》，学校就到了。那这个过程给我非常大的快乐，让我觉得说那种音乐性啊，那种文字啊，它好像就是伴随着我成长的一种韵律感。所以到后来我自己可以创作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能够在我的生活中间找到一种节奏。当然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节奏跟古诗的节奏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我开始就经由我的国文老师的引介，让我接触现代诗之后，我就试图在日常生活的口语当中去把那个韵律感给找到，去把它建立起来，写在我的每一首诗里。所以我现在写诗其实我非常注重那个声音啊，它也好像是一个我生命中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不要叫我，让我像小花一样自然醒来，让我像小猫一样自然醒来，让我像热水中的茶叶一样自然醒来，让我做一个完整的梦，而且有时间忘记，忘记那些睡意弥漫的车厢，忘记那些空白的早自习，忘记那些数羊跳栏的口令，忘记那些打卡的钟响，叮，我会自然醒，从一场无望的爱情，我会自然醒，从一场知其不可而为的革命，我会自然醒，醒来时天已经亮了，船已经出航，手机里塞满未接来电，雨也已经停了，来不及迎接春天，我自己就是春天，伸个懒腰，我准备快跑绕地球三圈。刚刚在上段的访谈当中呢，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到您对于诗文创作的爱好，甚至呢，老师还创造了卫生纸 Plus 这样的诗刊。是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老师开始想要创作诗刊，然后一直跟你的读者来对话呢？其实我觉得当诗刊编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我在1990年代哈，那个时候就是有去接编一份诗刊，叫做《现代诗》。好，我大概编了2年多吧，然后那时候我就接到很多来自大陆的来稿。好，那个时候台湾其实跟大陆的那个诗坛没有那么多的接触，但是我作为一个诗刊的主编，我就一直接到好多来稿，我就觉得哇，我可以读到这么多不同风格的，就既是用中文但是跟台湾的创作的那个风格跟方向都不一样的作品，我就对我来讲是收益非常大。那后来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又跟一群台湾的诗人朋友，包括夏雨、林雨、曾淑梅等人，我们合创了一个诗刊叫《现在诗》。
现在是就是每一期我们换一个主编，大家轮流当主编，那一期那个主编他想要做什么他就可以尽情的做，所有人就必须支持他。好，所以我们每一期也换一个美编，让他的每一本的样子都不一样，就做得大家好开心。但到后来呢，就是由于大家都因为是一起讨论一起做事情，就是只要有一个人拖，所有的人就必须跟着他拖，然后那个时刊就越出越慢，到最后变成一年出一期或者两年出一期。所以我就想说，哎呀，我还是自己编一个时刊好了。所以我想我就可以编一个按时出刊的时刊，所以我就创了一个卫生纸。那卫生纸呢，为什么取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我希望诗能够来自生活也回归生活，它不要变成一般人心目中当我们讲到诗都会觉得哇这是某一些很盖高雄的人，或者是真的很高尚的人在读的在写的东西。没有，我觉得它可以是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因为这是我的文学观，我也希望能够去把它传播到更多人的心里，我也希望去鼓励更多年轻的诗人，他们用一种更素朴的更直接的更生活化的方式来创作。我希望这本诗刊能够容纳这些诗，能够鼓励这些诗，那所以我就叫做卫生纸。那为什么一个 plus 有个加号，就是我想诗不应该只是诗，它应该是更多的东西。所以 我里面其实我也登过剧本，我也登过散文，我也登过评论，但它当然它是以诗为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除了这些文类之外呢，诗也应该表达更多东西，文学应该表达更多东西，它应该跨越很多文学的藩篱，去跟更多人沟通。所以这个 plus 对我来讲很重要，就是它是一个应该说是带着这个，应该说带着这头驴往前走的那颗苹果。有的树是一枝一叶自己长出来的，有的树是用铁片塑胶拼凑起来的，有的石头常年在路上被碾压一动不动，有的石头化成了细沙粘在恋人的肌肤，填进孩子的玩具甜筒，有的风掠过山林海洋沙漠屋顶的衣衫，时而湿润时而丰富时而焦渴，有的风在一个岩洞里呼号千年，有的房子建造时最美，有的房子被人涂鸦时最美，有的房子被时间摧毁时最美。如果幸运，你会记得现在；如果幸运，你会什么都不记得。铁轨上为什么有瓶子呢？有人乱丢。铁轨上为什么有瓶子呢？不小心掉下去的，捡不回来。铁轨上为什么有瓶子呢？他在享受阳光。在老师今天的访谈当中，刚刚感觉到说，文字它其实不只是记录，它甚至是任何一种情绪，任何一种面向，它有很多种无限可能。对对，那老师在这种创作当中，如何把它从文字又变成到戏剧的部分？因为老师你后来又提到说，您之所以会这么爱戏剧，就是觉得戏剧表演能够把你所爱的诗集又跟肢体的动作的状态可以融合在一起。那什么样的机缘之下让你觉得哇，戏剧真的是你一辈子的情人呢？对不起，情人在这里、都可以，可以好几个。还是你觉得他心中的那个诗圣女神这样？没有，我觉得社会议题是他的缪斯。对。你还在那边说对。对，因为诗人都要比较诚实一点。是。对，应该这样讲，就是讲到剧场啊，戏剧剧场，我觉得剧场是我认识的所有的艺术当中跟生活最接近的一种艺术。为什么呢？因为文字它跟电影它都是创作出来之后你就永远留存在那里，它不会变动。可是剧场不是，剧场是朝生暮死的。我今天演完了，就是它最珍贵就是在当下发生的这一刻，所有的观众亲眼见证这群跟我们一起呼吸一起
共度过这段时间，这群演员他们创造出来的一个奇迹。嗯，那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这场戏演完了，我要拆台的时候，哇，我们工作了好几个月，然后演了好多场，然后现在即将就一去不返。嗯，没错。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戏剧跟人生最美丽的地方，因为人生，比如我们今天过得很过瘾，你不可能明天重来一次，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好，所以人生就是朝生暮死的，就是像浮游一样。那剧场其实也是，所以剧场的过瘾跟人生的过瘾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后来就有点沉迷于这种创造又毁灭的这种朝生暮死的轮回当中。是，那你有邀请王老师参加过老师您的戏剧演出过？有耶，他客串过一些角色，比如说在我们有一出，就是我改编那个一个西班牙剧作家的一出戏叫《战场上的野餐》，那我们那时候是应邀到日本的立贺艺术节去演出这出戏。那在里面呢，其实原本剧本没有写，但是那时候因为我太太当时在怀孕嘛，我就觉得因为这出戏用一种非常讽刺的方式在讲战争，我就想这里面其实需要有一个孕妇的角色，刚好因为她怀孕了，我就想把她放到这出戏里面哈，让她像梦一样的穿过这个剧中的所有人，然后所有人像是梦，在梦境中看到一个妈妈，大家都突然又回到了那个最纯真的童年，因为在戏里面他们是互相在征战的，互相对抗的，但突然双方他们都看到了一个妈妈，其实他们非常想要回到这个妈妈的怀里面。所以呢，我就让他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你要不要讲是什么样特殊的方式在这舞台上出现？对，那时候他就跟我提，我就觉得哎，这个点子不错，但是他那时候就说，那要不要试试看用全裸的方式？很大的挑战呢。对，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因为怀孕的关系，就突然勇气倍增，因为是带着孩子一起上来。对，然后我也觉得，的确他说服了我，就是在那一出戏需要有一个裸身的角色。嗯，对，还有因为坦白说，如果我是穿衣服的话，我相信观众会觉得我就是用了假肚子嘛。所以如果我是用全裸的方式，其实我想那个舞台的震撼很大。但是那时候因为其实我已经怀孕八个月了，所以到立贺的时候我已经将近九个月是快要生产了耶。对，我其实就想说，如果我在舞台上生产的话，那应该就是会史上最轰动。对耶，amazing。那孩子长大之后，你们有跟他讲这段故事吗？有，其实孩子其实他小的时候也被他爸爸抓到舞台上去，就是串场。所以我想应该就是已经很习惯这种戏剧的表演，他也很有演出的欲望。是，那请问就是洪洪老师，在您眼中，至于一位丈夫，也至于一位爱人，也至于一位诗人，那在你眼中，他在你眼中是个什么样的丈夫呢？丈夫吧，我因为我也没有跟其他人一起共同生活，初恋呢？不是初恋，就是共同生活。共生活。对，所以我不能做比较，但是我觉得他是我认识最会安慰别人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现代的社会，我们因为我也是职业妇女，然后也是一个妈妈，那我们都有多重的角色。下班之后，其实夫妻之间能够相处的时间很少，但是我觉得他能够掌握，比方说我遇到的挫折，我求救于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很能够很快速的掌握，他可以给我什么帮助。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一句话，我举个例子好了，可能有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觉得我现在很低潮，我觉得我需要更加的勇敢，更加的进步，那他可能就会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更加的进步？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处于低潮，那我应该就在这个低潮里面，因为我现在就需要这个低潮，我的身心状况可能就是需要这个低潮。可是如果我急于想要赶快跳脱出来，那么你可能就反而出不来。所以我自己觉得他常常给我很多的力量，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诗人或是一个艺术家，所以他对于人性观察比较入微，还是因为他天性乐观了，我不太知道。那你嫁给一位诗人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也没嫁给其他的人，所以我不太知道。但是我
我觉得他不是一般的诗人。因为就是当然我也认识很多的艺术家，那他可以算是我认识最实际，跟刚刚他说他完全不拖延，他也是一个我认识的完全不拖延的艺术家。我常被他骂，他每次都会用那种小学老师的口气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今日事今日毕？然后我就说好，因为他比我更像老师。所以因为我自己觉得当艺术家自律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他很能够掌握这一块。我的耳朵旁边还有一个小耳朵，不是让我听进更多闲言或更多道理，而是帮我挡住那些风声，让我在唱歌的时候不会走音。我的舌头下面还有一根小舌头，不是让我品尝更多美味或吐更多苦水，而是让我接吻时可以秘密交换更多真心。我的心里头还有一颗心，不是让我耍更多心机或更花心，而是让我的心死去时有另一个机会可以继续活。在老师的第一部作品，其实也用了非常多剧场语言的一些身体语汇，就是说它真的跟一般的电影完完全全的不太一样，但是它却又是一个很实景的剧场的概念。因为其实在剧场里面有很多的动作的接触是可以用跳脱的方法，不见得要那么直接或直述的。那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机缘之下，你觉得那时候想要拍了这样一个电影？其实《三局之恋》是我在20岁的时候写的一个故事，写的一个舞台剧剧本。后来在我34岁的时候，我把它拍成了电影。当然，那个中间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了，我的观点已经不一样了。那对我来说，我其实只是想要，我想要拍一个跟当时的国片很不一样的电影。因为那时候就大家都在看侯导、杨导，跟那时候蔡明亮也拍了几部还不错的电影。那但是他们电影都相对来说，对于城市生活，是用一种比较疏离的、比较分析式的，或者说比较不信任现代感的一种方式，在描述我们的生活。但对我来说，我是一个城市长大的小孩，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有非常多的情感，我希望能够表达一种不同的质感。所以我的电影里面呢，我刻意放进去非常多的色彩，非常多的音乐，非常丰富的人跟人的那种那种复杂的情感关系。我希望能够拍出一个跟他们的电影不一样的电影。导演，大侠到了，现在在后台化妆。叫他过来啊。神的海滩，虚线的火焰。不行不行啊，你手这样伸的像什么？要钱吗？难看死了。可是这姿势是你上次教我的啊。我教你的，可是你没做好啊。换一个姿势。因为包括老师你后来有在做女武神创作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就是用华格纳那样的音乐，可是你却反映了在都市们当中人们生活的样态跟语汇。对，但是却又能够，它就是又相似但却又疏离，就是说真的在从你的制作当中，我觉得也像你的文字一样，就是说你会觉得它很熟悉，可是你能够从文字当中去感受到后面的那个铺陈的力量。那老师在剧团这部分呢，你大概你自己是先创立第一个团，然后后来又改了另外一个团。对，我1994到2004年这10年，我做了《密猎者》这个团。那个时候我比较想做的是，因为那时候我非常热衷于翻译剧本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当代的剧本其实都没有翻译成中文。我念戏剧系就知道啊，我大概就是念到二次大战之后荒谬剧场的剧本大概就停了。可是过去在半个世纪来，全世界的剧场在发生什么事情，老实说在台湾我们念戏剧系我们是不知道的。那但是后来有一次，就是其实是我跟杨昌工作完古岭街那个电影之后，我自己存了一些钱，我就跑到巴黎去住了一年。在那一年里面呢，我也没有念书，我就是每天爬爬照去看戏、看电影、看展览，然后到处生活。然后我就发现说，哇，原来他们对于剧场的看法跟我自己在台湾的那个看法很不一样。
他们的剧场可以承载非常强大的论述，可以承载非常丰厚的历史，可以去做非常跟生活有非常多的那种介入。好，我想啊，原来剧场它不只是一个艺术，啊，它不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以前别人写过一个莎士比亚的美好的剧本，他把它再现一次，而是它跟今天的生活可以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它让我对剧场重新产生了强大的热情。所以我那时候回到台湾来，我想要把很多国外的东西引介进来。那当然第一个最容易的就是透过翻译剧本，所以那时候我主编了一套20本的唐山出版社的当代经典剧作译丛。但是就剧本的翻译来说，光变成文字还不够，我还想要把它给呈现出来，所以我就创立了一个剧团，努力的演出这些翻译剧本，当然也演出很多我自己创作的剧本。好，嗯，那我觉得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就结束了。嗯，然后我就跑去拍我自己的电影。嗯，当我拍了几部片之后呢，我又觉得说我其实又想回到剧场，因为电影就是又很贵。真的，我发现我拍一部电影所投资进去的时间精力跟资源，我可能可以做10年的剧场。哦，那我干嘛去拍那个昂贵的电影呢？我不如把这样的精力再回过头来做剧场，因为剧场相对比较小成本，而且它跟生活，如果说要互动的话，跟生活互动非常快。嗯，好，所以我自己又创立了黑眼睛的这个跨剧团。跨剧团。然后呢，又一直做到今天，从2009年到现在，其实又超过10年了。嗯。那老师在创作黑眼睛跨剧团之后，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跟什么样的观点号召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来参与老师的演出跟制作？就是黑眼睛，我比较希望他用一种比较实验性的美学，但是去处理大家都会非常关心的议题。嗯，就我希望用议题去吸引观众进来，但是呢，进来之后呢，其实他们会看到不是一个寻常的剧场。好，所以我们会开发一些像是比如说实境式的演出，在不是在剧场里，而是在一些真实空间里面的演出，或者是跟观众互动的演出啊，或者是也许在形式上面可以有一些比较大胆的构思啊，比如说我策划过一些艺术节，比如有一个艺术节就叫胖节，胖节就是所有的胖子演给胖子看，没有啦，所有胖子跳的舞，胖子编的戏，胖子的演员，然后让观众来看，来思考说，就是我们对于身体的美感到底是抱持着什么样的角度，我们如何是被这种主流的美感所洗脑，那胖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老师，请问你自己本身是什么血缘背景呢？因为我自己是外省第二代。是外省第二代哦。对，因为老师包含你的另外一个专名叫做我的东西南北香蕉人，基本上也是这种，不只是跨剧种，就是有超偶、戏剧、音乐，还包含的是跨语言的，因为国台它是一个客语的语言，这样。其实我是东西南北香蕉人，是一个我跟那个客语的歌手创作者黄连玉哥，我们的合作嘛。好，那我们就去讲了一个穿越剧的故事，就是把清代的大诗人，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外交家跟教育家黄真宪，把他带到台湾来，因为他没有一生没有来过台湾，但他非常想来台湾，所以我就 OK 就完成你的愿望，让你来到现在的台湾，看当初你追求的那个民主、那个自由、那个教育的普及，在今天台湾实践了，让你对台湾的现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又有什么样的批评？然后透过一个客语的演唱来把这样的一个剧情给交代出来。那我自己不是客家人，但是我非常能够体会到、感受到那种客家人的颠沛流离，以及在这个颠沛流离当中，他希望能够固守的、希望能够坚持的那个价值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要一辈子忧国忧民呢？当个平凡的偶吉桑，不
是也挺好的吗？那我觉得我在玉翠身上完全看到那种，一方面又应景，一方面客家人其实一直是有一种开创精神的。嗯，可今天我们在谈客家文化，很少谈那个开创性，我们通常是谈那个保守性。嗯，但是我觉得客家人没有开创性，他不能成为客家人、啊。是是，因为你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你如何去在这个地方开创你自己的现在跟未来？嗯，那玉哥其实他非常能够表达这种，就是他在音乐上面，他既融合了东西方的那种客家的山歌、美国的蓝调、然后跟现在这种实验性的音乐，它能够融合得非常好。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真正属于客家人的那种开创精神，我希望把这种精神在我的戏里也能够呈现出来。那王老师，你有没有看过哪一出戏是你印象深刻的？然后你觉得到现在都觉得哇，那出戏真值得再演。就是他追我的那一出戏，我记得那时候他要追我的时候，就说：“哎、欸，我有一张独一无二的门票，你要不要戏票？你要不要看？”然后我因为我就是双子座个性，所以我就想，独一无二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那时候他创作了一系列是开房间系列，所谓开房间就是只有一个观众，嗯，所以当然门票就只有一张。然后我想说，而且演出场地就在旅馆的房间里，所以叫开房间。这其实是河床剧团的一个企划、那我应邀担任他们其中一个房间的导演那我就请他来当我的那个彩排观众对，然后我觉得哇，他用这招追女生是蛮厉害，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然后我其实还没有看过所谓的沉浸式剧场，所以其实是我第一次跟演员这么近距离。所以进去那个房间之后，当然演员叫你做什么，甚至我还记得他会叫你吃药，当然我知道他那个药不是真的药，可能就是维他命 C 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很震撼，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有一点被冒犯因为我本来习惯的艺术形式是跟表演者非常的疏离的，我觉得这样我很安全。可是是我第一次进入到这种沉浸式剧场的时候，我觉得天哪，好可怕！我好像在跟这个演员一起共谋一件事情。那 我自己觉得这个经验到现在真的很难忘记，所以我后来还一直会去看河床的这种开房间系列，因为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种沉浸式的剧场。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就是那个您也在做沉浸式的剧场，那最近老师有没有哪一个作品正在慢慢的酝酿或执行中呢？对，我写了一个剧本叫杨凡，然后请一位比较年轻的导演叫周逸晨，请他来导。那这出戏就是我算是野心蛮大的，我希望从台湾的史前时代一直讲到台湾的未来，好，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半科幻半奇幻的故事，好，透过一个推理的过程，哦，一群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中间有日本人，有荷兰人，有来自西藏的女孩，然后也有本省人，也有原住民，好，也有外省人，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族群，他们一起透过一个推理，好，发现一个秘密，有点像那种国家宝藏这样去寻宝，然后就找到一个属于台湾的命题的一个秘密。那这样的一出戏，我们最后就决定说要让它变成一个环境实境剧场，就是让观众也是跟着这些角色们一起在不同的实际的场景里面去寻找、去冒险，然后最后大家一起来到基隆港边的一个地方去看我们最后一场演出。所以民众们要先在台北的不同角落，然后之后又要再到基隆，哇，这个根本不是跨区，这是跨县市。对对对，跨县市。对，而且它就有点像，又像旅行，又像冒险，又像推理，又像观赏一场表演。
天哪，王老师，你根本不是嫁给诗人，是嫁给一个维基百科。维基吗？我就嫁给一个维基。他的脑袋真的是，不管老师今天分享的东西，都是他是从这样子发起之后，他有很多的那个，很像是那种分析逻辑图的东西，但又在一起。天哪，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啊？好特别。应该就是。可能因为我没有童年吧，我的童年都在看书，我太喜欢看书了。我现在就是在扩展我的童年，我就继续在玩、嗯、就是把我知道的、感受到的或者想询问的事情全部都拿来变成一个游戏。是，那今天立德路德号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洪洪老师还有王老师一起来分享这么棒的生活经验跟生活中能够体验到的一些小小有趣的事情。那也希望我们全球观众朋友们未来都有机会能够再欣赏到两位老师在不同地方作品。谢谢老师，谢谢。有墙可穿，就不用穿地板，就不用把衣服穿反，不用拿脑袋把书砸穿。有墙可穿，就不用把墙当镜子当栅栏，当从小到大写不完的记分板。前二十年是漫长的进场仪式，要等水一寸寸把泳池灌满，要举手答右，要稍息立正向后转，要憋着不把字吐出，不把气呼完，要忍着不去揣度雨的任何意涵。雨就是雨，就是雨，就是雨，把墙浸湿漫漫，洗掉我们童年的涂鸦，青春的骚乱，镜黑镜透，让人伸手就穿进另一个宇宙。穿墙不会比穿鞋、穿袜、穿针眼更难。把船凿穿，把夜凿穿，把梦一脚踢翻。穿墙人不需要有梦，只要有墙可穿。穿到过去，穿到未来，穿到你家后院。再见卡山德拉，再见卡门卡在墙里的卡夫卡，再见。不管灰头土脸，不顾踏出去是不是水火深渊，我穿。